当官就不要发财，发财就不要当官，清清爽爽的，义无反顾的去当官。不要啊，把当官啊作为一个满足无穷贪欲、获得无限私利的一个捷径，那样迟早要完蛋。这个账是记在那儿的，一旦他出事了，这个账全给你拉出来了。别看你今天闹得欢，小心啊，今后拉清单，这都得应验的。不要干这种事情，头上三尺有神明，一定要有敬畏之心。该做的事就要做，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，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，就要得罪13亿人民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，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查处一个。我们要以顽强的意志品质，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，做到有案必查，有腐必惩，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任何藏身之地。